你这么晚打啊，跟我还客气，给你吃的。你爸呢？哦，我爸在卧室呢。那你先吃吧，我去看看他。啊。 喂，郑阿姨。小光，你爸呢？我给你爸发微信，他怎么一直不回呢？哦，我爸爸他生病了。啊？好好的怎么生病了？严重吗？嗯，还挺严重的。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郑阿姨别！喂，郑阿姨，郑阿姨。小光，你家有蜂蜜吗？哦，不买了。 你爸呀，他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有点感冒了。哦。等他醒了呀。